四摄法是佛门，我把它说作公共关系法，啊，交际法很重要啊。我们跟人相处要懂得，啊，不懂得很多事情啊就会有障碍。啊，1999年，我在新加坡。把9个宗教，那个时候9个，现在10个，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新加坡政府很欢喜，啊，他们有个首席部长，曾思生，啊，来访问我的时候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？啊。他说我们这个宗教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周年了，都没团结起来，每年只是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，过年的时候聚聚吃一餐饭，平常没往来的。你用什么方法把它团结起来？我说我的方法佛教的。他很惊讶，佛教的什么法子？四摄法啊。什么叫四摄法？摄是摄受啊，4种。第一种布施，第二爱语，第三力行，第四通思。啊，佛教给我们应付一切人，啊，头一个布施啊，送礼呀、啊。所以四摄法里面的布施，这个意思要知道，它不是度兼贪的，那是六波六度，跟六度的名词一样，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，目标也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要联络感情的，联络感情投个送礼呀、啊，不送礼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礼多人不怪呀、啊。啊，我用100万新加坡币团结9个宗教，值得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送一份礼。啊，这现金送10万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宗教它都有慈善事业。啊，他们办孤儿院，办养老院，啊，办学校，办医院。啊，我们帮助他。啊，这个他们欢喜啊！啊，可是我们佛教徒不欢喜，骂我，法师，我们的供养来了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你怎么送到外教去了？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他们办孤儿院，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啊！养老院要不要？要啊！慈善要不要做？要啊！我说他们已经在做了，我投资进去，我不就赚？他替我干了，啊！我不要动手啊！我的这功，他的功德，我就分一半过来了。我说要不要做？这大家才明白啊！心量要大了，好事不要我一个人做，大家做更好。我投资嘛，啊，我在幕后嘛，我出钱，你出力吧。啊，新加坡天主教来找我。啊，他们有个医疗队，到非洲去帮助那些病苦的人。啊，他来告诉我，有3个医生，还有护士，几个人组个团过去。我马上拿了5万块钱给他做医药费。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，他发誓。那个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你能不能送个救护车？我说多少钱？说3万多。行，可以。啊，送他一辆救护车。啊，欢喜啊！啊，他替我去办，做好事。啊，量要大，大家一起做。
有一年，好像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伊斯兰教来找我，他们有个职业学校，完全是训练职业的，打工的，连烹饪都有，缝衣服什么都通都有，好像有20多个科目，培养这些，培养他们就业。这个好事情，他那个学校是租的，那个主人要卖，要卖他们就想买下来，还差钱，我说差多少？差70多万，70多万对我就难了，10万之内的没问题，我马上给你，70万这个例子不能开。我跟林委员商量怎么办？我们做义卖，发动一次义卖来帮助他。让我们的佛教徒找了一个广场，摆摊子，做一天的义卖。在义卖之前，我们走路走了7公里，拿个旗子号召，哪天义卖？为什么？帮助伊斯兰的学校。当天，新加坡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是伊斯兰教，是他是印度人，他也参加我们队伍，我跟他两个人带头走7公里，走到义卖场，那一天卖下来收入100多万，全部给他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所以要互相支援要真肯布施真干新加坡的宗教就变成一家人，兄弟姐妹一样非常好我访问梵蒂冈，在梵蒂冈上。碰到我们新加坡天主教的兄弟，亲切接待我，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修女的修道院。中午他特别给我做了一餐素菜，请我吃饭。宗教要团结，社会会和谐，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。宗教要互相学习，根才扎得牢。不能互相学习，那都是我们人情。这个没有根，互相学习经典就扎根了。扎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我在国际上一些活动，常常邀请他。我们一起来参加，一起去旅游。四学法头一个布施，就是多请客、多送礼，就这个意思。第二个爱语，这个爱语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，并不是什么好听的。真正对他们有帮助。对他们有利益，这一种言语，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，不要站在我们立场，替处处替他着想。第三个利益，我们所作所为，决定对他有利益，对他们有妨害。对他们有妨害的，我们要回避，就不能做。第四个同事，我们共同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个同事有个目标，就是
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我们一同来做这桩事情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所以我到澳洲参加澳洲宗教，参加澳洲的族群土著。啊，我跟土著关系非常好，帮助他们进学校。啊，助人的确是很快乐的事情。啊，看到这些效果，好事情。我们帮助他，他要帮助我。啊，互助合作，是摄持众生而有，能触目自在无碍，表利烦恼我也，知无为彼岸之德。啊，做事需要双手。双手万能的，啊，没有双手就不能做事。好好利用这双双手，多做好事。啊，要团结，不要分离。啊，做别人喜欢做的好事。啊，他如果觉得我们对他有妨碍，我们就远离。哪里有缘，就到哪里去做。我们要把地球看作地球村，我们都是地球人，不要说是我是这一国人那一国人，不要，我们都是地球人，就是一家人。啊，一定要有这种概念。工作做得圆满，做得好。啊，不要有顾虑，真正是好事。与社会有利益，与国家有利益，与整个世界有利益，尽量去做。啊，越做越欢喜，越做福报越大。啊，越布施越多嘛，财布施得大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何乐而不为之？啊，四学法非常重要。